现在我们来看看十九号开始的 campfire 萤火 campfire 好，那它是用什么样子的材料？然后做什么样的动作呢？我们来看看第一句，木材を並べて火をつけよう。木材を就是木材，把木材的意思嘛，哈，在哪呢？並べて 並べて的原本的意思就是编排的意思，那也是呃做引火的话呢，需要呃这个堆好木材对吗？大概是这样子来堆堆起来嘛哈。那这个也是可以並べて並べます这个词来表达，或是它是用叠的叠起来的，所以呢木材を重ねて也可以啊，重ねる叠起来的意思。 那再来呢？火要点，就是在点火吧的意思。火をつける。火をつける。火的后面点的动词也记得好，再来哟。うまく火がつくといいんだけど，哎、欸，就是希望可以顺利的点火的意思。火がつく。你看这边的话呢，火をつける，它是一个。 他动词的说法，但是呢，现在第二句的话，把主词改成 he 本身，火本身，所以呢，用自动词来说明。他动词，对，かける他动词，つく自动词，这两个差别要记得哦。在后面的呢。 什么什么トインけど、这个就是希望怎么样的意思。但是这个希望不是，呃，怀着自信、确信的那种感觉哟、哦，就是有一点感到担心、不安的感觉。啊、哦，我希望怎么样啊？那种的有一点犹豫的感觉存在哟、哦。 所以、这个就是、什么什么といいんだけど、点々点の点手法。例如、你考试之后呢、今天是公布、你合不合格的日子。那有没有通过呢有没有合格呢那、这个时候怎么说呢合格しているといいんだけど、合格しているといいんだけど、就这样子的可以吗那你去超市啊、你希望、 哎，买到一样菜好了。那呃，你呃，知道最近那个物价涨得很厉害，所以呢，希望呃今天的菜便宜一点。要怎么说呢？啊，今日は野菜が安いといいんだけど、安いといいんだけど，就这样子的。对，所以你有一点不确定，但希望怎么样的时候的文法就是这个、哦。让我们看看下一个。 ついた、いい感じ。对，这边的 Cita 就是前面提到的つきます k u 的过去式，已经点好了，所以呢用つ t a 来表达的。那后面呢、一い感じ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嗯，感觉很棒，意思是很顺利啊，很理想的样子。那你可以说一い感じ来表达的。 那我们看看下一个好吗？这、就是一个节日哦，再来下一个。哎、欸，今夜嘛，お。今夜嘛就是今晚，火，就是看着火，火，再来呢，卡塔利亚哦，卡塔利亚哦就是谈心的意思。说话有很多单字嘛，哈，很多呃动词，例如说。 imas 说 h a n n a s 绘画的那种讲话的意思。那另外一个就是 k a t a r i m a s k a t a r i 就是除了那些资讯或者是一些呃要表达你，请你做什么，呃，我要做什么那些的比较呃工作方面的。 啊，或是针对某一个动作方面的呃要求以外呢，还有谈心的意思，意思就是有一些我的内心的话，或是我最近啊有什么烦恼啊、开心的事啊，对，就是表达内心的一些感受的，那种聊天、那种谈话，就是用卡塔丽娜斯这个词来表达。 对，比较罗曼蒂克的感觉比较有那种 feel 的感觉。那后面的啊哦就是 “ai mas” 来的，“kata ni ao”，这个后面的 u o 就是互相怎么样的意思。哎，所以呢，互相坦心吧的意思。好，再来哟。なんかこういうの楽しいね。这个“なんか”就是呃，总觉得或是感觉怎么样。 那意思，那所以呢，当你觉得啊、哦、有一种感觉啊，说不出来它的好在哪里，但是那种感觉的时候啊，就可以说“难卡怎么样”。那常常使用的场合就是有一点冷诶、欸，我不知道那个凉风从哪里吹来的，但是反正就哇、哦，感觉有一点冷的时候，会说“难卡寒いね”。 相反也有，很、嗯、莫名其妙，感觉有一点热，那んか暑いね。对，就这样子的。那所以呢，有一种莫名的那种感觉的时候，就用到那ん再来呢，こういうの就是这样的的意思哦，可以吗？好，那我们看看下一个好吗？回到这边二十六号，天体看测，天体看测，天文观测。 那我们看看 B 柱，この天体望遠鏡すごいんだよ。Hey, 这个耳朵、呃、天文望远镜叫做天体望遠鏡，这是正式的名称。不过呢，前面的天体可以拿掉，望远镜也可以。この望遠鏡、再来呢，すごいんだよ。它是很厉害哦的意思。所以这个有一点。 那种，诶、呃，自夸的那种感觉，死不硬的哦，你看看那种感觉哦。那如果你看到别人拿的望远镜的时候，然后又要表达很厉害的话呢，要怎么说呢？この天台望遠鏡すごいね。对，就是这样说的。すごいね。すごいですね。大概是这样说的。好，再来有。

看电视、映画を見る、看电影之类的，如果是哇可以看得到或是看到的话呢，你要说“見える”“見える”这个词哦，好吗？好，再来有。今夜は空が澄んでいるから見えやすいね。今夜は空が澄んでいる。你看，空也是可以用清澈。

你用什么都可以，对方听得懂就好了。那最后呢？見えやすいね。見えます就是看得到，然后やすい是容易，所以呢，容易看得清楚的意思。好，下一个，キラキラしていて綺麗。キラキラ就是那种闪月吗的意意思哦，那种亮晶晶的东西也可以用キラキラ来表达。 对，就是光线反射，然后那种发出光芒的那种感觉，就是用キラキラ。所以形容星星是很适合的。あ、啊、星がキラキラしている。还有吗？那些宝石、钻石类的哈、哦，那你也可以说わキラキラしていますね。那可以呀。啊，那如果你看到一个。 在学校里很帅的男同学的话呢，哇，好像背后有看到那种，呃，闪电的那种感觉吗？哈、啊，キラキラしてる，有可能有一些女同学会这样子形容他哦。那所以呢，キラキラ是这个意思。好的，那今天的这个每日一句的要点就到这边，就是跟露营有关的话题。那现在我们来看看其他的。 主题幺。